想看啊，这边就是你脚骨锯掉的，我看全部都锯掉的，都那而且都拿累手啊，全部都拿累手，全部都从头到尾都拿累手。在这边跑到上面去，那个也是，那跑也是一样，你看啊，哆啦瑞嗦，然后这个不是五声音阶，不是哆瑞咪嗦啦，哆瑞咪嗦啦。对啊，那我刚刚弹的就是这些，可以你熟了以后你就可以跑来跑去啊，你不一样按照哆啦瑞嗦，都一定要哆啦瑞嗦，全部哆啦瑞嗦。对对，比如说我刚刚弹的时候哆，然后拉的时候瑞，本来瑞在这边嘛，那瑞在也可以弹的嗦，我又弹到这边嗦啊。对，就这个咚咚咚，它的节奏是这样子的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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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啊，就这些，所以你就先从这边着手。我练这首，这个是哪里？这一首都在这是吧？都在这边，都放音乐，哆瑞咪，这个手在这里，对对，拉手拉哆，拉拉哆瑞咪，对，对啊，手拉手拉，对对对，一样一样，一定要。一样的就这样，一样一节，对对对，再放进去。对，可是钢琴变得你要弹得很熟，什么都要熟了，但是钢琴确实比较难一点。可是呢，钢琴真的是你如果说你要光是弹个哆啦瑞嗦，哇，你最起码要练个好几年了，对对。那你可是贝斯，你就回家死 K 活 K， 对不对？你把这个C调弄熟了，然后再道理懂，就像G调马上就移上来。他就把位一样，对对对，有弹吉他是有一个夹子的，然后夹夹下去都是那。那你就把那个你这个打开嘛，每天就对着他弹了。对啊，我现在我有一些歌曲，我都用这样来练。本来就应该这样练啊，然后放一些歌啊。因为你没有东西练的话，你这边你就一般歌，刚才那歌那么多，你是抓在手机里面。对，主要就是我有些是跟他定，像我刚刚弹那个 Autumn Leaf， 他是用吉他的，然后我就跟他对，跟他对那个和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因为用吉他，然后背景音乐比较干净的，比较没有一些音乐。啊，你弹贝斯的话可以听得出来。对。那钢琴的话也是一样嘛，比如说像刚刚这首歌的《哆啦瑞嗦》。也是一样，哆啦瑞嗦。G 调的吗？对 ，G 调。G 调。G 调。哆啦瑞嗦，这个，这不这个，你看，也是一样 ，G 调的。你也是要熟，就跟 C 调，哆啦，对不对？一样道理的。对不对？哆啦瑞嗦，啊，啊 ，I love a light burning within, now and then follow the catcher stumbling.这样子啊，然后你们以后啊，我在内湖就配对嘛，对，一对一都拉这些手的，然后贝斯就这样打，这样子，对。然后你们试试看，然后我打贝斯，打都拉瑞嗦，哎呦。可以用，对。用手也可以，但你现在用长弓嘛？可以，对，这样吗？多拉
那一首，从头到尾就都拉这个，他从头到尾就都拉这个。谢谢。三个黎明。这样子啊，来来来。